明天你们就会看到真的神奇，这个要下飞。采取这样子的措施，人多当然是好，可是疫情之下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还是为了大众的安全，为了大众的利益，为了我们副教主跟其他五帮成员，我们要遵守 SOP。今天绑好绳，明天就是要11点，我们就要出绳，又是另外一个对出栏，又是另外一个鱼。